天爷，那头绪我刚吹过，赵大哥他竟然，那岂不是说他在气我吗？大哥，怎么是你啊？我不是在做梦吧？夜里无聊，便想着来看看你。果然每次私闯百花门都会被打，上次是花掌门，这次是你。赵大哥又来取笑青丘了。青丘冷吗？不冷，不冷。我名字虽冷，但人却是暖的。好，那我便不给你披了。青丘好雅致，还会吹埙。吹得不好，让赵大哥见笑了。的确不好。我二师弟顾玉郎，在音律乐器方面也颇有造诣。我让他来教教你。顾掌门日理万机，还是不要麻烦他了。也是。青丘掌门当的可还习惯？青丘愚笨，实在没有当掌门的资质，好在有玲珑辅助，才堪堪维持。顾玉郎也是，要不是我在前面顶着，他早就撑不住了。你们一文一武相得益彰，燕山派定然更胜以往。道阻且长啊。性子都知道来看大师姐，顾玉郎，亏你还是燕山之志，我看你就是燕山之傻，蠢死你算了。